说吧，不要扯那些不懂的东西。我等一下再问丽丽吧。杨子。哎，丽丽。我来了。哎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来，进来坐坐。到丽丽家了，到丽丽家了。坐坐外面吧。终于到家了，终于见到丽丽了。坐。你这是在干嘛？这在干什么呀？我就想记录一下我们的故事。哦，你在录像啊？哦，好，不介意吧？录像，我这个样子会不会今天？不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哥姐们，你看丽丽漂亮吗？漂亮吗？我女朋友漂亮吗？哥哥姐姐们，哪个哥哥姐姐们？漂亮的，扣个一，漂亮吗？扣个一啊，漂亮，很漂亮啊，很漂亮。你在做直播啊？是抖音。直播啊？你知道直播吗？哎，直播，哎呀，那么多人看，让大家看一看嘛，哎，你这么漂亮，可不可以关呢？呀，可不可以关掉啊？关了。嗯。哎呦。哎，丽丽害羞啊。直播。丽丽害羞。丽丽叫我关了，那我关了吗？我关了好不好？我关了好不好？哥哥姐们关了啊！我关了，我再给丽丽说我们的故事，说我是怎么找他的。关了吗？哦，不关啊，不关，去看丽丽啊，不关，不关就不关，不关，不关就不关。你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有什么害羞的嘛？以前我们不是在外面不是见了很多人吗？不是，那不一样的，虽然很多人，但是不是在直播呀。因为你长得漂亮，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妹都很喜欢看你，他们都说你漂亮。哎呦，这几年都不太好看了，因为毕竟我们要干农活嘛，要下田，要去采茶。你也下田了吗？你去采了吗？很少。哦，都是。所以你长得这么白，我估计你也下不了地，也农活也不怎么做的吧。做也做，采茶也采，就是有那个阿波帮我嘛。刚才那个阿姨也跟我说过了，这个阿波，我问你啊，你要给我个答复，这个阿波是怎么扯在我们里面的呢？本来我回来，我们这里很传统嘛，回来之后有好几个，就是要跟我介绍，然后来找到我阿妈，就是要跟我介绍，说女孩子大了，那必须得嫁人。然后我都拒绝了，每次我阿妈答应他们，然后约好时间我就跑了。那你喜欢那个阿波吗？然后后来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节日嘛，就去参加那个隔壁村的那个羊狗村那边，他们搞的也是一个节日，然后我就去了。那天打扮得很漂亮，因为我穿了很漂亮的民族服装，头上也扎了好多银饰，然后也化了妆，化得很漂亮，我就去，然后阿波就看到我了，就隔壁村的，然后看到我了之后他就打听，然后就找到我们家来了。我就问你，你现在是还有没有像以前那样爱我了？你还喜欢我，爱不爱我了？心里面还有我吗？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忘记你，我也没谈过朋友，我一直在改变自己，我一直在努力，我一直在打拼，现在我有一点点小成就了，我能给你过上幸福的生活，
以前我们不敢过来那生活，现在我已经过上了，所以我就找过来了，我有能力了。你相信我这一次吧，丽丽，好吗？嗯，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小成就是多少哈，但是反正这些年，从上次我走，其实心里面就一直没有放下你的。这么说你心里还是一直装着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这里的人呢，特别是像我是女孩子嘛，也有女孩子的难处。现在我们家，你看我阿姐她出嫁了嘛，都没在家。那我阿爸的话，从去年开始他身体就怎么说呢，不是很好了，然后腰又扭了一下，然后都是阿波帮着，就是说经常给我爸就是按一按腰，然后那种重活像犁地呀，这些重活都是阿波在帮着做的。因为我本来说，因为我也能吃苦的，我就帮我阿爸种，对不对？那阿波不让，他就非得让我要么就在旁边看着，要么就是让我在家里不要出去，然后他就去帮我。我们前几天有一块田，那块田有差不多半亩那么大，他就一个人呢，从犁田，然后放水，然后撒肥料到插秧都做完了。你说我们农村这边的就是都是靠土地吃饭哈，那必须得种地的，如果那个地不种的话它就荒废了，那家里面就必须得要一个劳动力。我阿妈她想法就是，就不要让我出去。我虽然想出去，我现在很为难，她想的就是不要让我出去。如果阿波能够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的话，那就是他们也不孤独了嘛，然后也有我这个女儿陪着，然后家里面又有劳动力嘛，能够把家里面的农活都顶起来。所以说现在我也很为难哦，我担心我阿爸阿妈的身体，他们年纪。最主要呢就是这样啊，丽丽啊，最主要的我就想让你给我一个答复，你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他？我选择你，那你就留在这里好不好？留在我们这里发展，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嘛？你留下来，你留下来，我就去说服我阿妈，去跟阿波那边他父母说。刚才呢，我就是骗了你一下，我就说他是提出了条件，我全部答应下来了。什么条件？他就说在你们县城买套房子给你，还要让我干三个月的农活，还要上山去帮他管理茶园、茶叶、摘茶叶，还砍树啥的，我都全部答应下来了，全部同意，所以他才全部同意了，所以他才让我来见你了。那你能做得了吗？你同意了你就得做，你能做得了吗？因为刚才我就是很急嘛，我就先是想到就是想先见到你再说，我话已经说出去了，那怎么办？阿姨一定要邀请我去做吗？要做的，我们这里其实你为什么看阿波来帮我们家做农活，你看我阿妈阿爸真的是好开心，他们好喜欢他。我们这里就是考验女婿，就是要能下地干活，能种庄稼，然后能砍木头，能挑大粪，这些东西我都没做过啊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干嘛就答应了呢？哎呀，你怎么就答应了？就不要答应啊！你答应了你就去做，你不做他肯定就觉得你不行。而且我们这里还不光是只看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要过一辈子要踏实。你光有这个东西，那今天有明天没有了，他们就很没有安全感，就是很不踏实。那不行的，他们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做。是这样的，如果刚才我不答应的话，他就不让我见你了，所以我想着就
先忽悠他一下嘛，去骗他，骗了他一下。那这忽悠怎么办？你也不能忽悠我妈呀。如果我不骗他的话，他肯定不让我见你的。哎呀，我妈也真是，其实她就是担心我，怕我跟着你走了过得不好。而且他们两人家年龄大了，他去城里他也住不惯。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，都住得很习惯了，这就是他们的家，他哪里都不去。那要不就你那我就必须拿出一点诚意来喽，我就必须要拿出一点诚意来喽，是不是？必须要经过他的考验，对不对？嗯嗯。一定要做吗？要做。那肯定要做的。你光是嘴巴说，他们就觉得就是，做生意那个，那光是嘴巴说，不行的。那可以可以，我可以做。你可以做。可以去。你可以做啊。啊。那我去叫我阿妈。好。看他怎么给你安排。哎哎哎，好，好，好。你等着我哈。好了，看阿姨安排我做什么，她到底是怎么考验我的啊？我到底去不去做？要不要去做啊？哥哥姐姐们，叔叔阿姨们，哦，福袋没有了是吧？福袋没有了是吧？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，每人十块的，每人十块的啊，人人有份，人人有份。好，去捋一捋，去捋一捋，去点点，去擦鼻一下福袋，擦鼻一下福袋，福袋就是福气啊！把福气接回家，把福气接回家。然后左上角的红色按钮呢，去帮我想关想住一下，想关想住。记得起考验吗？我要不要去做啊？看主播是吧？好嘞，等一下我去干农活的时候我就出面啊，我去干农活的时候我就出面，我就给大家看看主播，看看主播好不好？哥姐们，叔叔阿姨们，这里呢风景挺好的啊，风景挺美丽的啊，空气也挺好，空气也挺好的。但是呢，我不是来看风景的啊，也是不是来旅游的，我就是为了丽丽，我是来找丽丽来的。我呢是轻车800多公里，轻车800多公里来到了丽丽的家啊，来到丽丽家了啊，找到丽丽了，找到丽丽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现在我心情非常激动，非常激动啊！左上角的福袋去点点，去捋捋，去擦鼻一下，擦鼻一下。福袋就是福气，把福气接回家啊！把福气接回家。左上角的红色按钮也去帮我点一点，点一点，想关想住，想关想住。这里呢，全是山区，全是山区。所以呢信号不太好，去小关小住一下，等一下找不到主播了啊，等一下卡住了就找不到主播了啊。没有卡吧，没有卡吧，卡了吗？不卡吧，卡了吗？卡了吗？卡不卡？卡不卡？卡了打个卡，不卡了打个不卡，好不好？不卡了打个不卡。丽丽来。慢一点慢一点。哎呀，我妈说叫你去挑笋，挑不挑得动啊？挑水？嗯。就挑个水嘛。可以跳，很重的，而且还要掌握平衡。啊，不卡啊，不卡，不卡。可以，可以。挑就挑嘛。都没挑过，你会不会？没挑过，我可以试一下。可以跳嘛？就挑挑。他那个，如果你不会挑，我来挑吧，好不好？我会，好不好？如果阿姨不在，阿姨不在的话，你就挑。阿姨看，阿姨在的话，我就挑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吧？我去挑水了。对呀、啊，试一下嘛，看他能不能挑。要挑吗？要挑水吗？
哥哥姐妹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要跳吗？如果真要跳的话扣个一扣个一，跳的话扣个一，不跳的话可以扣二啊，必须的嘛，必须的，好嘞好嘞，必须的啊，必须就跳，大男人嘛，敢做敢当，敢做敢当啊，跳水嘛，不就是跳个水吗？我教你啊。啊。哎。走。嗯，好嘞。空的。我来跳吧，我来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让我来吧。哎，跳水去了。你怎么不要晃啊？你帮我带路吧，你帮我带个路，带个路吧，带个路。你不要晃，去多远？要去多远？不远，就在下面。就在下面不远是吧？哎，对。那下去等一下跳水爬坡的。哎呀，有楼梯，要先下坡，然后跳回来还要上坡，你能跳吗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去和他去挑水啊，看他能不能挑。嗯，好的，阿妈，你回去，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。啊。一公里啊，有那么远？挑满啊。就像那个阿波挑。一公里也去挑吗？哎，好好好。别给他挑一点点啊。哦，好，你回去吧哈。挑水去了。男人连水都不会跳，一会儿我少给你挖点在里面，一点点。好的，好的。阿波是挑满满的一桶，满满一桶，然后你跳不动嘛，我就给你一点点。嗯、哎，好。多跑几趟都可以哈。嗯。走走走。好吧。阿波一会儿停下。其实我阿妈就是在考验你。考验嘛。对。嗯，好。可以，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让他失望的，不会让他失望，不会让阿西失望的，这回必须去挑的。那爬着桶去了啊！你挑着桶，你下这个楼梯慢一点。嗯，好好好。慢一点哦，这里很陡，慢一点。哎，谢谢用户6116，谢谢用户。慢一点，不要光顾着说话。嗯，好。慢一点。我一定会挑，不会让阿西失望啊，不会让他失望的。等一下跳水上来还爬坡啊，怎么办？不远不远不远，不远吧，就在下面。如果你跳不动了我就跳，到时候就说是你跳的。好嘞好嘞。我们这里建房子都是自己建，这些房子都是自己建。这是吊脚楼吗？对，吊脚楼下面堆东西、嗯、上面就是人住的。真的哦，真的全是吊脚楼哦。都是自己建的，自己建的。我们家的房子，我听我阿妈他们说，就是我阿公他父辈的那一代，就是喊祖祖那一代了哈、嗯，他们是自己去砍木头下来自己建的，哦，都100多年了。好，哦，这些都是你们家，这边全是烧柴的。这边都烧柴火啊，都是烧，这个也是要从山上砍下来，你会砍吗？到时候你拜我。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也想去体验一下砍房到底是。我阿妈是让你做3个月的农活。好嘛，一样要做嘛，先挑个水再说嘛。哎，这个路挑，等一下送婆回来，好像是挺累的哦，哥哥姐姐们哦。这个阿姨这个考验也是太大了吧。爱了点吧，累了是吧？下坡是不累，下坡不累，不累，不累。你不要逞强哈。我一个大男人嘛，就挑个水，有什么？我有的是力气的，不怕。主播露脸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等一下主播马上脸啊。没有做过，我真的担心你不会跳。你说你来一趟那么远。过来要是就是做不了农活，哪里受伤了那多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把你给累着了多不好。累就累嘛，累把这就先满足阿姨嘛，先满足阿姨啊，先满足她的第一个要求再说，
如果跳这节手的话我都跳不动的话，我是还是个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快到了没啊，丽丽？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哦，就在前面是吧？嗯。好的。哦，这里有个水井啊，有水井。在这里，你们都是在来这里打水喝的吗？丽丽。好嘞，然后你想喝水去那边喝，哦、上井去上井喝，嗯，来我教你、哦。好，要不要喝水？现在不渴、哦，嗯，先不喝吧、啊，等一下回家了再喝吧，调回到家了再喝。好，然后我就给你打水了，少一点了。哦 ，OK， 好的，好的。跳得动吗？跳得动，跳得动，那就这样就算了嘛，那边再添一点就行了嘛。嗯。左上角的红色的按钮，帮我点一点啊，点一点，点一点，点一点小关小注，点一点小关小注。这里呢都是山区，山区呢信号不好，等一下卡了就找不到主播了，等一下卡了就找不到主播了，点一点小关小注，咋咋搓一搓，咋咋搓一搓。我先跳给你看啊。好吧好吧，你教我怎么跳吧、啊、你教我会了我就让我来跳，我也不想让你累到了，我会心疼的。你先给我示范一下。对，我是右肩膀跳。对，身体是弱了一点，但是这点手的话我还是能跳的，掌握好平衡。哦好，你不要对别人说话，嗯、你看我、嗯嗯、好学好，不然一会儿跳不动呢，那我妈又要在那里生气了，又要讲我了。好，嗯，你看吧，嗯、就在你教吧。对，肩膀要到中间，要掌握好平衡啊。嗯。对，然后后面手要拉住这个桶，不然它会甩动。你看。好，会了。然后你走的时候啊，然后担子要甩起来，知道吗？然后屁股要扭。再甜点。对，喘快，喘快，暂停点，暂停点，我就等一下还要上坡，暂停点。要上坡，你跳不动的，真的很重啊。他们说太少了，再打点。哥哥姐姐们，他跳不动的，没跳过。好吧，满足你们，满足你们的要求啊，满足你们，可以再添点。你干嘛满足谁的要求啊？你要满足我妈的要求啊。他们都说太少了，就加一点吧，就。加一点，加一点，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才半桶水啊，差不多了。太少了，他们都说太少了，才满足他们的要求。不光是满足阿姨的要求，还满足我直播间的家人们的要求。刚满。有多少人啊？我看看。有六百人，六百人在看，六百个家人。哎。再贴点就再贴点，好吧？可以贴，不贴我就自己来贴吧。啊，不会啊，他们说加码，加码就不用加码了。一会儿你添一添多了。好了，那就添一点，满足大家的愿望，满足大家的要求，再添点就再添点。好的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一桶加一瓢，至少大半桶，已经大半桶了。可以了啊。用户是669，已经大半桶了，不少了，不少了。我是第一次挑水啊，你们不要给我添乱了，好不好？他真的挑不了，没挑过呀。你们不要给我添乱了，就已经很多了。第一次挑的水啊。是啊。刚才我会挑了啊，我来挑吧。我来给你挑吧。刚才你教了我，我学会了。我来给你挑，你这个不好掌握平衡的。我来、哎，让我自己来。哎呀。等一下你累到了呢，累到了，我是系统里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慢一点啊，哎慢一点。慢一点。哎呀，好、哦，来了，走吧。来了。走的时候扭起来。啊，扭起来。走的时候扭起来，对。啊、太少，不少了。荡起来。是这样吗？哎，对。好嘞。你不要骗了。你看嘛，我学东西很快的。我是挺聪明的嘛，我学东西很快的。嗯，跳水还是挺好玩的啊。慢一点啊。好嘞。
我自己拿，拿手机拿给美女，我自己拿吧。又多少？觉得少的，哎呀！慢点，慢点。你是在给我添乱吧？这么多，我是第一次挑水的，你们也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理解理解。累呀，累就休息一下吧。累，说不累的话那是假的。那就在前面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吧。不用休息。休息一下嘛，休息一下。咱们走两步，都还没走两步就休息。我看你喘的，哎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我看你累成这样。这才走几步啊，这还要上坡啊。也不会，不会生气，不会生气啊。我因为我是第一次挑水。啊。大家也理解一下啊。第一次啊，大家理解理解。谢谢你们理解啊。杨子，这个上坡啊。你可不可以上坡，可不可以？哎呀，可以。可以的。来了啊。慢点。哎，就是哎，慢点。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真不能干活啊！我不是干活的材料，我不是干活的材料，你们不要给我添这么多的乱，好不好？上坡搞手机，对啊，上坡要让你们看到啊，对不对？让你们看到我是怎么挑水的嘛。跳不动就休息一会儿啊。哎，其实。又没有给你要求时间，他就是让你挑。挑东西，下坡还好，上坡的话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很累的，你看这才挑八桶水，你要下田犁地，我慢慢适应。插秧苗，那你怎么能做呀？慢慢适应嘛，慢慢适应。以后我会给大家挑马桶的，挑得满满的啊，才第一次嘛。不会掉的，不会掉的。我也不会是在一直在看路的，不会掉的。回归原野。阿波这个人，阿波说他说我们家房子旧了老了，然后说那到时候我和他这是之前跟我说的话啊。嗯。他说如果我和他好了之后呢，他就要重新给我修个这样子的房子。他自己去上山去砍木头。你还想住这个木头房子啊？你住了这么多年还没住够吗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习惯住木头房子的，就很喜欢住木头房子，冬暖夏凉的。但是我不懂就问啊，不懂就问啊，这个木头房子的话会不会隔音？隔音不好，隔音不好是吧？隔音不好。那要是说啥的做啥的都响当当当的，是吧？对，都是有声音。这的话以后不要住这个木头房子了，那就重新修一个木头房子。我们去住单独的，那就没影响。我们去住砖头的房子好不好？隔音很好，你干什么 说什么话，人家又听不到。你不说要留下来吗？你要走啊？你要我要留下来的话，我工厂。我那边的工厂谁在看？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来接你回去的，接你回原来我的地方去帮我打理工厂的。我不用不让你做什么农活。拿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怎么说着说着就一直在挑？傻傻的都不知道放下来，休息一下。是太傻了，一直挑着。肩疼不疼啊？肩膀疼不疼啊？疼是疼一点，第一次挑是会疼的，不疼那是。骗滚的。嗯。你看吧，因为这个事情我也肯定不了，因为毕竟我阿妈的意思是看看你能不能干活，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考验看你能不能对我能够这辈子对我很好，什么责任都能够担当得起来。嗯嗯。然后估计你今天是走不了了，明天也走不了了。走不了就走不了嘛，就几天嘛，反正刚才我答应阿姨的第二个要求，第二个要求有可能你也不知道，我还没告诉你。什么呀？
就是在你们镇上给你添置一套新房子。哦。嗯。你答应了。啊，这个。你答应了。对。这个要求的话，我必须答应他。什么时候去添置？你就找个时间，合适的时间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要不就明天，我们先去看一下你喜欢的是哪一片，都可以去看的啊。其实今天也来得及。今天也可以是吧？今天我们先去看一下嘛。可以，那就快点回家。看，快点回家。待会我给你弄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那我们就把水把这个水挑到家，我们就直接去现存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。哎呀，我妈真是，其实我妈最宝贝我了。这个要求我不是可以满足的，我有条件我可以满足玲玲的，反正就是添这个一套新房嘛，也是我的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到时候要是我想过来的话，我也有个居住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快来来，学会了嘞！会了，放下，终于跳到家了，哥姐们，福袋没了是吧？再给大家发个福袋，人人都能参与的一个福袋啊，一人十块。去点点，去理一理，去理了，福袋就是福气啊，把福气接回家，然后左上角的红色按钮也去帮我点点，想关想住，啊，看你累的呀，还在累，擦擦汗，好，谢谢丽丽，还是丽丽好，好好，快进来坐着休息一下，我准备一下，我们就走啊，好嘞。看你那里多开心啊，要不坐外面，外面凉快，外面这个地方是通风的。OK。对对对。对。我去跟我阿妈说一声了。好的好的。走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真累。看这农活啊，他们家就天天这样打水是吧？那是尿哦，那是水，喝的水，山泉水。对，丽丽真好，我以前我也是看丽丽是个好人，丽丽还真好，还会挺贴人。她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她人挺好的，所以我就看中她这一点。我很爱她，我很欣赏她。我太累了，兄弟们。哥哥姐姐们，叔叔阿姨们，太累了，你认，我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现在我都说不出话了。后来的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有可能你们是不知道的啊。我呢，我是驱车800多公里，从广东广州。来到丽丽家的啊，我呢是在6年前的一个工厂打螺丝的时候认识了丽丽，那时候我们是在流水线打螺丝，我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小员工，所以呢当年呢丽丽就是这位阿姨，她当年她没看好我，她就悄悄的把丽丽带回来去带回家了，所以呢多亏了我一个多年的朋友，那时候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，他来丽丽他们这个寨子参加那个什么13年的一次古丧节的活动，他看到了丽丽，所以他就后来他就跟我说了，他叫我来找丽丽，他说丽丽心里面也是一直有我的，所以呢我就昨天晚上我就立马我就驱车800多公里我就过来了。哎，丽丽啊，你
我怕太阳晒，我戴着这个帽子。好好好，戴了好啊，不要晒黑，不要晒黑了啊。我最喜欢漂亮，我夏天我都是戴个斗笠。好吧好吧。然后戴这个要好看一点。哎，对对对。走吧走吧。你戴什么都好看。走吧。好。你车停在哪里的呀？啊，车停在你们村口的那个停车场，马路上边。哦，好，走走走。阿姨不走了吧？丽丽啊，哎，阿姨不走了吗？就我们两个去看就行了，是吧？就我，我阿妈说的那个意思就是，如果她去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表现的太那个什么了，然后就她好面子，不好意思嘛。那就我们俩先去，好不好？她说只要去，看中了我喜欢，她也没多大意见。走，好的，贵州雪梨，贵州雪梨，好的。你想来应聘什么岗位呢？你想来应聘什么岗位？你跟我说说，打在公屏上。你想应聘什么岗位的？打在公屏上，我给你安排，好不好？给你安排，没问题嘛？问题的，你也是贵州的嘛？啊，反正我到贵州了，我就给贵州的同志们可以安排一个岗位，可以安排一个工作岗位。累是挺累的，但是现在呢不挑担子了嘛，现在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现在好多了，现在不累啊。如果这过去的话都是会上坡，你累了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好，现在不早了，我们就直接开车就下城了，就不用休息了，我怕等一下晚了。我们就去那个，要不我们去县城里面有一个楼盘去看一下吧。去，对，你喜欢那个楼盘吗？你看好了是吧？你也喜欢是吧？好嘞，给你安排。这小姑娘多透露。他路啥，我已经答应他的要求啊，我也答应阿姨的要求了，他喜欢嘛，他喜欢我就给他安排。主要只要能跟他在一起，他的要求我一切都可以答应他，可以同意啊。主要能跟丽丽走到一起，只要丽丽能走到我身边，我一切他的一切要求我都可以去满足他。因为呢现在我已经有这个能力了，我有这个势力了，我可以给他幸福的。有点贵哦。只要你喜欢。好累。反正也是我们的小家嘛，对不对？就给我们这个小家贴置一个温暖的小家嘛。但是真的有点贵。我想问你啊，你现在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？我一年有时候好的话七位数，有时候也有不好的话就是六位数的也有的，但是正常的呢都是六位数的多。你干嘛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？还数啊？不用数了，反正我有这个能力就行了。这么多，这么多呀，就是，阿姨，你只能真的不一样了。你我就说嘛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自从你离开了之后，我自己改变了很多。我必须要改变，我要必须要努力。哎呦，是我这几年打拼出来的。哦，辛苦你了，这几年。为了你，再苦再累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。你现在这个太多了点吧，太多了，吓到了吗？这个我，你相信我们一年我们家就不到这么多，就几个那样子。你看你们家太多了，就是我们家种这些田，种这个地。对对对，我们家土地很多，然后风景也非常的好，
空气很好，我们吃的也是很纯天然的。但是，就是这个太多了点，你那个，阿波他们家也没有这么多，阿波他们家条件在我们这里算好的。是啊，刚才我问阿金呢，也就说阿波就只会干农活嘛，会犁啥田的，砍什么木材的，你喜欢那样的人吗？是不是你也喜欢会干农活的人？不是，这不能够和，就是会干农活就喜欢，不能这样子说，就是那肯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自己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也太多了一点。那个房子的话，可能要，修的确实很漂亮，那个小区。可能要60，不就是60吗？不怕。真的假的？有的，我有这个能力啊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我都跟你说了嘛，你只要有这个可以办事。我得问清楚。啥事都可以办的。那你是写我的名字吗？只要你喜欢，我想呢。最好就写我们两个的名字就比较好。可以啊，因为我们的两个的名字贴在一起就比较温馨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因为这样子我阿妈也放心嘛。对啊，我就是拿出诚意来的啊。我阿妈也是怕我就是有什么变化，我们俩万一变化了以后，就是我就一个人了，就他就很担心我。只要不要烧，不要烧那个沙，砍那个什么木材，下地种那个什么田的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那要是你买了房子，那他还让你上山砍木头，我就下田插秧什么的，你还去吗？那个的话，不行，不能做。那不能做。我还要管理我的工厂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去。你喜欢的那个冷盘看一下，然后我就准备把你带到广东去。还说带我走啊？对，你必须要去帮我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过一段时间可不可以、啊？可以的。行。我给你足够的时间啊。丽丽很高兴啊，看到丽丽高兴起来，丽丽很高兴。只要丽丽高兴啊，只要她高兴，她的要求我一一可以办到。她提啥要求，我都可以去满足她。慢一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哇，这条路不好走啊。哎呦，他们都在干嘛？种田呢，看穿了种田呢。好，这就是肥料要撒在土里面。阿姐，阿姐他们在撒肥料。是这样撒的吗？这个是什么肥？对。哎，你做你的。他们是准备犁田了吗？这些都是一袋袋的肥料，是这样的吗？这都是肥料。哦，这么多不是化肥，不是化肥啊。这是猪肺牛肺的吧？你看一下喽。不是摸那个很脏的，这个是猪肺吗？是猪踩过的是吧？对。好老婆，对，肯定是好老婆。一些什么草，然后发酵了。完了，有些粑粑混在一起的，知道吗？是不是很臭啊？当然会有味道啦。那蔬菜就喜欢粑粑，知道吗？对，只要有钱啊，有米，啥事都可以办。只要有米，啥事都可以办。你那爸的事都不是事啊。我们要下县城了，我要带丽丽下县城了，去看一下她喜欢那个冷盘，
只要他喜欢，他看好了，我就给他定了下来，定下来。哎，主播加油，主播一定加油。只要丽丽能回到我身边，主播会加油的，主播啥事都可以做的。你在那里干什么，丽丽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是啥？就是树叶嘛。你还吃的？嗯。啊？给你点嫩的，你们认识这个吗？你们认识这个吗？你们知道这个是啥吗？怎么丽丽还吃上了呢？好吃。这个好吃吗？嗯。那我也尝一尝，我也尝一尝。嗯，还挺香的。这个好像我在什么那个什么品牌好像也见过这个东西。这个叫那个什么，你帮我说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春天香椿吗？哦，香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喊的春芽，春芽，春芽，可以炒鸡蛋吃，好好吃。炒鸡蛋吃的啊。嗯嗯，对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，味道挺不错，挺香的啊。等一下。晚上我们吃饭可以弄一点那个春芽炒鸡蛋吃，好不好，丽丽？好，可以吧？那我们从县城里面回来了之后，我们就买一点，好不好？不用买，不用买，不用买，山上到处都是，我带你去采。有的吗？我们这里吃的什么都是纯天然的，都不用买，菜也是我们自己种的，然后鸡蛋、鸭蛋、鹅蛋都是。养的鸡鸭鹅生的蛋，嗯，哎，自家的，然后米也是我们家自己种的，是吧？对，自己种的，茶叶也是，我们茶叶。你们家的东西还挺多，农村人，对，我们吃的东西还是挺卫生的，挺干净的，挺营养的。都是，自己种的菜啊，对，大包菜，大包菜，莲花白嘛，莲花白那个我吃过，对，我们那边也有这个菜。那个莲花看到了吗？莴笋还用得着去买吗？不用。哦、我就以为你家没有啊，我就是我。我们少花好多钱，住在我们这个地方都不用买菜，不用买肉，肉都有。肉也有啊。有。有腊肉吗？有没有腊肉？有腊肉。那晚上你喜欢吃？我喜欢吃。我给你做一个，还有香肠。还有香肠的。好的，那晚上我们就吃腊肉，还有这个，里面放的那个。要吃鱼吗？要吃鱼，我下去给你抓。刚才我路过，我看到好像里面有鱼，有好多鱼。现在有一批鱼已经长大了的，然后本来是我阿爸说等到过一段时间捉去卖的。哦。捉到我们县城里面去卖，你来了我不是拿来吃啊，拿去卖。吃不完，很多的，你现在看不着，对不对？嗯。它搁下面，看到冒泡泡那个地方吗？嗯、都是他们。那个就是。哎，那些鱼白白在里面。是在谈恋爱吗？你最喜欢吃鱼了。好呀，晚上我给你做来做一个。嗯，好。嗯，稻花鱼，稻花鱼啊。啊，哥姐们，我找到丽丽了，我找到丽丽了啊！是这样的啊，丽丽呢，是我在六年前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在浙江的时候。打螺丝，在一个工厂打螺丝，认识了我们谈朋友了。在我们谈朋友的时候呢，他妈妈就知道了丽丽跟我好上了，所以呢，他妈妈就悄悄的把丽丽带回家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驱车800多公里来找到了丽丽的家，来到丽丽的这个地方，来找到丽丽了。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啊，故事就是这样的。好吧，丽丽，我们走了吧，去县城了吧。你还在搞直播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就记录我们的故事，一直在开着呢。啊，一直开着的。有多少啊？多少人？有1000多。1000多。1000多，对。哎呦，1000多啊！嗯，那放自然的，放自然的，真的，哪里是假的？哎，哥姐们，你们是真？丽丽怀疑我这个是假的，是假人的。真人的，全是真人，真人的打个针，打个针，打个针呢，真人，让丽丽看一下，打个针，好不好？给我打个针，打个真人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真人，真人，真人，我没福袋了是吧？没福袋了，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，发个福袋，人人都有的福袋，每人10块，每人10块。
好，大家去点点，去理一理，去理一理左上角的福袋，去参与一下，去点点福袋就是福气，把福气接回家。然后呢，左上角的红色的按钮也去帮我点一点，点一点想关想住，想关想住。啊？害羞吗？不害羞，以后你会习惯的。啊，习惯了。这太不好意思了，这个。啊，哥哥姐姐们，哥哥姐姐们，叔叔阿姨们，主播呢是广东广州啊，广东广州啊。咱直播间的家人们都是来自哪里的？来自哪里的？打在公屏上，让主播也认识你们一下。反正呢，主播也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。你们打在公屏上啊，都是来自哪？台湾、贵州、贵阳、四川、湖北都有，河南，全国。各地都有了啊，红云江苏都有啊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还有吉林的、江西的、云南的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到停车场那里的时候，我就露个脸，好吧？走吧。有四川的、贵州的很多朋友，哎，加油，一定加油，哎，谢谢啊。叫什么？爬过去了。还有蛇啊？有。蛇出没吗？我不怕，我经常看的。下次。因为我。它跑得不快的时候，我捉一条给你。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，走路一般都看不到蛇的，怎么走进农村呢？到处都是蛇呢，还有蛇的呢。快点。啊，不想关注就不要关啊！不想关注就不要关了吧？你走路好慢，你直播走路好慢。好。到了我的车就停在上面。刚才，因为我们有开过走这些小山村的路，所以我不敢开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你留下来吧，我们家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再看一看，再回看一下风景。丽丽家乡好漂亮啊，空气也挺好的，蓝天白云。走了吧，走了吧。风景挺美丽的，挺美丽的，挺好。哥姐们，这样的啊，我就准备看车，带丽丽去县城了啊，带丽丽去县城了。看车呢？是不能看直播了，看直播是违规的啊，不能看直播。这样呢，主播就拜拜了啊。上次呢，等一下到县城的时候，不看车的时候，我再给大家开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这样啊，拜拜了，拜拜。走了。